假五天到七天，我想这个我们尊重，但是祖父母的丧假再延长，我想这一点可能考试院还要再讨论。那个考试院院会说他们通过这个休假的办法，那就讲说祖父母的丧假从五天变成十天，就是又再多五天，那说是行政院有意见，是不是这样状况？是这部分，因为原来这个公务人员他们讨论的并没有包括这一题啦，他们只是希望能够以小时计价，但是到考试院之后，平天多增加了两项，就事假呢由五天增为七天，而且如果祖父母过世的丧假，也要延长，那这部分跟原来公务人员要求有一些不同，那事假五天到七天。我想这个我们尊重，但是祖父母的丧假再延长，我想这一点可能考试院还要再讨论啊，所以这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来。好，谢谢。第二个